因为三个基金界啊，真侪民众拢伫处理，啊，即清洁旅馆爱做空气量度增加真侪，啊，佫爱做全市的消毒。亲像即通风区的粪扫平均每时间拢增加一成，焚化厂也收袂离，有诶计粪扫都先送去即阿麦场先放伫遐。即卖新冠疫情要咧增加，全国实施三级防疫警戒。民众踮伫厝里，粪扫嘛变较侪。桃园市资源回收的量甲粪扫的量，平均一天增加一成。不过焚化炉一天干那会当处理1250吨的粪扫，遐若未复烧的，都要先暂时送去粪扫掩埋场坑。在这个外出采买的时候，可以多使用这个环保购物袋，那也可以使用这个重复性的一个餐具啊，跟碗筷的部分哈，来减少这些相关的纸餐具或者是纸餐盒这样子的产生。环保局表示，民众防疫在厝里生活，唔拿家己煮饭、挂上或者是包蛋去吃的物件增加，纸壳啊、甲纸杯啊的粪扫是伫头增加上多。但今年底第二个焚化厂观音生技能中心营运，就会当解决这暂时放伫掩埋场的粪扫。第二座焚化炉就是我们的生殖能中心，那目前也即将完工试运转，那未来在这个试运转之后呢，那就可以陆续来解决我们这些掩埋场堆置的垃圾的问题。环保局表示，在疫情的期间，除了粪扫变真多以外，也有调派200人组清消大队，持续在桃园侪侪所在做消毒。为六月份开始，也有增加注疫苗站消毒的工课，清洁队员的工课量是有加无减，脚手嘛搁较硬，也搁面对染病的风险。不过，因还是坚持把工作做好，为防疫尽心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